就我状态好的时候也很猛呀，我平时确实很瓦夫，但我状态好的时候确实猛呀，就枪很烫的时候。那今天我们就激进点好吧，或者你来指挥，我是那种话少能打的那种好吧，今天我就认真一点玩。OK。Later。前面有车看到了吗？前面。他换吉普了，可以打到了。一枪。一滴血。哇！我被秒了。了哇，他一滴血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。是两队。哇，这个人绝对最多一滴血。哇，他这个人太恐怖了，他。你看看他打我的这个拉枪，我在你妈喂。我是那种话少能打的那种，好吧，你。哎，你们，我多两个发位，我帮你们带两个，我多三个发位，让别人带两个，来八位。哦，有人，没事，有人，上车干他吧。走 ，OK， 直接开车干。这要不我们就狂浪一点吧，直接有我们就直接去追空投，可以搞我们三个搞三个三级的给他们弄烂，可以。小心我们这个车很正常呀，吃我们四个打四个职业选手呀。我要稍微吃一点，我是以前算是也算是职业的吧，红红。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。我们去学校，哎，刘哥，你那边阿成有人，你们别。对，没事，不用管我，我能 handle。他能一打发。职业选手。哪来吧你？哎，我不服你，好吧，兄弟，能听到吗？能开麦吗？能开麦，我不服你。哇，这么大气！哎，牛哥被拿了。哎，我不服你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去帮他，别去帮他。哎，那个就是，哎，别不，我能 handle， 我能 handle。没事，帮你报仇。回头了。主播可以落地成盒吗？你已经不给人权了，你是你。那我来做个交易吧，好吧。这把我可以打得凶一点。但是我等会儿外卖来了，我吃你们别逼逼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顶不住了，我太饿了。Moments later， 来喽，摩托杀手。
我靠，牛哥！这外卖可以吃，这外卖可以吃。我飞天，飞天大，我懂，飞天大造失败了。我看到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外卖可以吃吧？啊，喂。啊，你好。什么没有了？哦，那算了，那不用小点。不要了。我刚朋友喝多了，不好意思。哈哈哈哈哈。啊。这他妈不给他来两圈？哎，感觉我们这个坡还不错，讲道理。你在说什么？呀，铁做的吗？打样了，我架，你们冲！架住了，架住了，架住了，他们出不来。啊！我这个电又卡住了。哎呦！对，刚才被卸了一张。OK， 没事，我去去就回，那边没人的。我们要溜了，往下。好，我回了。